各位香港大学的朋友你们好，我是林一峰。祝各位睇到呢个校园电台嘅朋友唔好读到傻下傻下啦。咁如果除非你嘅志愿系攞 first on 啦，如果唔系咧，用五成读书，五成力去读书，五成力记住享受下校园生活，通识教育就系咁解噶啦，可能系。嗯，多谢。系得噶。好，你而家收睇一二三，你而家收睇紧嘅系校园电视，我系林一峰。请你想起我。